帅了。我真的觉得你不要因为那些声音就是自己心里有害怕，或者是对任何的人有防备，然后就是还是把你最开始的那个样子展现给我们大家就好了，一定会有人接纳你的，一定会有人支持你，一定会有人一直一直都喜欢你的。嗯，加油。对我而言，我觉得每一次舞台肯定都是有遗憾的，昨天是个历史嘛，所以就是你今天是这个样子，你毕竟明天会成长。我真的说句实话，我不知道是我可能对就是姐姐们，其实我都是第一次见啊，不知道你们说那个事情什么事，其实我不太懂，但是我今天认识你是我是第一次认识，是真心的。我就觉得就其实在私下里面，亚米姐她就很，我们俩都是天秤座，我知道她就是很豪爽。其他的专业的我其实可能还没有你懂，但我就是看到你舞台，你一上舞台那个状态，我就特别对你特别感染，就我真的鸡皮疙瘩都一直在一起，我就是觉得你特别棒。